我爸还在 ICU 里，你们还在这吃喝？他谁呀？就是出了名难搞的三号病床家属，今天下午突然感染进 ICU 了。这不是到饭点了吗？我们也……我爸还病危着。你们还在这吃喝是不是？别激动，友好。就是你让我爸打那个死鬼的营养液，说打了就没事了，上午打了，下午就不行了。啊，你们就这样忍耐吗？有话好说，行不行？走，注意一下情绪。 我知道你们那家人着急，但是你说我们几个实习生也没有用啊，医院的事儿啊，它有医生负责。别说这么多，走，别说，我跟你说，今天这个东西解决。别打了，走，走，走，医院外，快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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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
平时看起来斯斯文文的，你看我手都被弄伤了，我让你们赔钱道歉，要不然我就上医院会告你们去。对，告你们。老大，他们是三床家属。也是我不对，我确实推给他们，我给他们道歉。这几位家属，手术之前医生肯定跟你们谈过话，也告知你们病情，你们在手术通知单上是签过字的。如果对手术过程存疑，请去医学会鉴定，不要在事情没明确之前对几个孩子动手。你们这些医生啊，黑的白的全是你们一张嘴，别跟他废话。就是，我告你们去。谢谢警察，你不要再无理取闹。告你们去，别动手。刚才要不是护着我们，您的手也不会受伤了。没事，小伤而已。刘姐，怎么回事？疼不疼啊？我没什么，我的手。疼吗？哎。你是家属啊？你好，我是律师。你是律师？我要请你，我要告他们，告他们医院，还有他打人。吼什么？嗓门大就有理了。上了法庭你也这么喊试试？我现在看到医生比你们惨，难道你们就没动手？本来就是他们不对。还有，我不接受你们的委托，你们可以去律师协会投诉我。我叫从容。你怎么那么嚣张啊？哎，干什么？这哪儿啊？这是派出所，佟律师，来，这事儿呢，顶多就是聚众斗殴。待会儿你去办个手续，把罚款交了，这人呢，你就领走吧。行。